对台湾能源发展状况的了解。首先，我出一个题目给大家要。大家敢知影，咱台湾用上侪物件用来发电是啥物物件吗？我大家做几个提示，给大家听看嘛。第一个是煤炭，第二是瓦斯，第三是水，第四是再生能源，第五是核电。哦，这个题目在三年前的民意的调查，咱台湾八成的人唔知影，唔知影咱发电上侪用来发电的是煤炭甲瓦斯，吼、哦，伊叫是核电。其实不是，核电较占咱发电的十分之一，最近几年拢是超十分之一左右尔吼、哦。所以我是要讲的，其实包括我家己本身，也是我这几年有较侪时间去做研究，我对台湾能源还是发电的状况，其实不是爱遐了解，不是遐了解吼、哦。好，啊，我第二个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核能够完全，核能够完全。其实台湾的人民，足侪人民甲立法委员，拢认为台湾无适合去发展核能，所以咱2025年，咱的核电厂会全部退休，核四厂的燃料嘛一定拢运去国外，所以伊足侪物件拢无效啊，拢失效，吼、哦，所以其实大家。真正爱认清这个事实。第三是核电的成本，其实是足贵的。你卖看台湾的电费，不管是工业用的、工厂的用的，还是咱民生的用的，吼、哦，咱的电费差拢是全世界排前十名俗的。不过大家敢有注意到，前一阵啊，日本的新闻，日本在台因核电厂的废水排到海里底。来个海里底，吼、哦，所以日本家己嘛知影，核电的废弃物的清除啊是处理是真正足贵的，啊咱台湾的电钱，吼嘛无大家废弃物处理的钱算下来，对，所以大家真正爱三思，咱台湾敢真正要继续发展核电，啊是大家要来发展对环境、对社会较好的。再生能源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分享到这。我是台湾再生推动联盟，甲大家听众朋友，后会有期，再见。好嘞，感谢阿兰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8-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阿兰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这部看新闻。来接了，咱要来个报一篇这个自由广场内面一篇的文章吼。最近这个郭文铁因为吼走私猫的事件吼，啊为着讲安尼假好心的吼，讲伊真有慈悲心啦，替猫啊起来诉情安尼啦。受苦中受苦情，结果去用甲崩了，讲靠妖，啊你这根本都在底咧纸船，你搬戏咧假无义的啊！你较早咧讲过要探猫啊啦，看猫足讨厌，你讲，哎，要甲斩了有诶无诶？即马突然间煞替猫出来咧可怜，即听下落吼。啊，即咱今仔日伫自由广场内面有看到一名叫做静静啊吼，静静啊吼，静静本身是一名老师，台南市人吼。咱来看伊一篇安那写呢？伊讲154只的走私猫啊遭受安乐死啦！啊，真侪网络朋友啦，尤其一挂网红啦、啊艺人啦、啊，不明就里吼，啊，着用着疼惜之名，大声跳出来话讲刀下老猫啦！啊，质疑讲吼是安怎样啊？只的猫啊无甲送检疫呢？
啊，留言痛批政府的作为唔对啦。多好！伫这个时阵，台北市长挂文贴家己吼，哦，趁这个机会，我那拍算要出来吼，甲吼中央政府站一个呢，写了一篇讲吼，未当善待动物，未当算进步的国家。诶，这个文章吼发表伫个面册顶面呢，哦，无写无代志，随写吼，随去互人家吼起底啦吼。去讲啊，去用甲乌出讲，伊曾经讲要杀鸟啊啦，要降粉鸟啦吼，啊，等等吼，嫌动物吼，啊，自家吼改建的屋算上过头贵，有诶无诶吼，嫌甲无一块着，挂问题着着啊，将来毋捌咧认错，伊毋但吼对动物吼无感情俩，伊对植物嘛无感情。我伫遮补充一句吼，林刚伊若个类似要替植物吼，看人个草丘外个伫遐咧毋甘丢丢诶时阵吼。咱吼这篇也记好掉，伊第一道当选台北市长，伊个新的办公室啦，人家摆一堆盆景，摆个水当当，哦，想讲新官上任300岁，即个吼办公室啊摆好水当当，啊免不了吼，就一挂盆景吼，安尼点缀一下，去撮撮，你咪讲，这盆景全部拢我提起了角，大家好，讲啊盆景摆得水水，哪会起了角？这盆景就上到生人头呢，即我上讨厌，起了角吼，大家讲哦厉害。真正医生的生活水准就含人无同，安尼就对啦。其实那个唔知啊，吼，落到一边去。这个郭文婷呢，透视的人唔捌咧认错呢，有错拢总是别人的错就对啦，拢总是蔡英文总统三更暝半吼，伫文册发表文章了后，民进党的错意就对啦，伊的网络军就要紧发动有计划、有组织的攻击。这个时阵，诶，民进党诶副秘书长嘛，曾经捌做过郭文铁市长第一任诶发言人诶林和平啦，就伫伊诶面册吼，就写一句话讲啦吼，讲郭文铁害你诶吼，是你诶小编呐，就是吼专门咧替郭文铁吼咧写文章诶人了，对啊，害你诶是你诶小编呐，毋是民进党啦，你诶敌人一直拢伫本人市了，对啊啦。因为因无亲像阮如此了解你对动物的态度啦吼，啊，这个郭文婷呢，啊，这个支持者吼，变成了可黑，当初迄股吼支持素人参政的热情，随着郭文婷吼，安尼一副拢总是别人唔对吼，拢总是别人对不起伊的冷漠骄傲的态度吼，忽然间做红的，忽然间做哪，忽然间伊个是侵略的，就对啊，就对啊啦。政治立场吼，已经啊，差不多互人看出出来了，对啊啦。2014年遐个小雅的捐款，互郭文婷吼啊，拍首张选战的少年家囡仔，一定感触足深的啦。真侪少年家囡仔开一个1000块钱捐互郭文婷呢，遭受着吼监察院啊。讲到这个人就吐吐气安尼尔了，对啦，吼，系啦，啊，较讲嘛遐，啊，伊这个人讲话讲讲的了后，无准算的，唔一大堆，啊，讲讲的了后，当作无个无讲过，嗯，啊，五大弊案，讲到变五大奇案，五大奇案变到变五大案，五大案了都变成不了了之啊，啊，郭文韬这个人真正实在是唔讲伊也罢啦，啊，但是民进党内底。啊，搁有人派民进党接啊，伫郭文德个身躯边个，啊，党中央唔处理啊，咱嘛无度啊，对唔对？吼、哦，你若民进党接个，因为郭文德即卖伊毋是无党个呢，伊是有党个呢，伊有一个党叫做国党呢。啊，你若派民进党接个，走入去国党内底，啊，即个人就叫伊退党退退就好啊，对不对？现啊，迄有，还搁有啊，伊还搁有啊，系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即个照你讲，你应该退党啊。家己嘛都无品，有贵你就退退个啊。无啊，伊无品啊，民进党嘛无担当啊，唔敢甲处理啊。即照你讲，爱甲处理掉啊啦吼。啊，即个就做啥呢？郭文韬讲要斩鸟啊，即是人已经甲迄个当时讲遐话诶时间点全部拢找出来啊嘛吼。啊，以前那个要斩鸟啊，你敢知？伊就是去主持一个市场的开幕啦。啊，主持一个市场的开幕的时阵呢，伊看到讲安那呢，讲有迄个鸟鼠啊，伫面头前走来走去啦。啊，结果佫看到边啊，讲只鸟啊，伫遐咧困安尼啦。安尼讲，伊讲卡起来，讲足想要甲迄只鸟甲斩落去的。你看，这个人安尼，干那伊讲话这个行，你就知伊这個人无啥物爱心啊啦。哦，对动物来讲无啥爱心。
鸟啊，凡是掠几枚鸟鼠，掠到忝到要死啊，掠袂了呢。你唔得去讲看卖，你家己的环境较会变安呢？爱讲安尼唔只对，后尾就讲要去掠卡起来斩鸟啊。啊，那安尼讲起来，咱也看到即摆台北市治安无好啦，还是啥物种种。咱就阮阿公挂门贴，阮咪是做啥物解？脚开站落去，敢知？挂门贴，伊站上啊，站要警察局长啊。有，伊出来警察局长，恁别个咧站落去。啊，警察局长嘛，咱外头阿公阿公。台北市上大咧，不然当阿站你。顶阵啊，疫情咧爆发的时阵，台北市底下咧控制未好的时阵，咱敢袂当阿公讲，啊无挂门贴，我实是做啥物脚开甲你站。你咪会当甲站啊？咱嘛袂甲讲啊，咪会当甲站啊？我咪甲站，咪想要甲你站落去。啊，咱嘛袂甲讲迄个话啊，是毋是？但是啊，啊。机关做不好时，伊是要甲斩了哦。泛滥市场失控的时阵，台湾人大家嘛想要斩瓜问题，讲你甲看卖啊，恁这新办台北甲新办两市啊，敢不敢迷茫嘛？啊了后呢，这个做啥呢？王必胜人未起来去斗三工了，去讲讲人无啥物贡献。听到的人嘛，足想要甲你瓜问题甲伊斩了，你敢知影？吼啊！但是咱敢未甲伊斩袂啦。所以吼、哦，这个人实在是讲话了啊，咱讲真的出一支嘴尔啊，啊会去骗去的人嘛，继续骗，啊未去骗去的人就已经醒啊，醒啊。应该有翻吧，即马伊已经差不多啦。应该是剩无偌济啊啦，系啦，即马听讲叫做4%的震动嘛吼，啊4%的震动都甲震动差不多啊吼，啊但是这个4%震动。其他的政党爱对伊爱比较比较讲较歹听。以后那个算敢有4%嘛？我表示做怀疑啊。啊，即马就是甲估计起来讲差不多4%。4%嘛，甲估计讲安尼啦，啊，得票投了才会知影啦，吼。好，来感谢0800-0500-6688，讲到这个人，即马咧听到瓜分到这三年吼，甲我听到中国国民党迄同款意思，对不对？甲听到迄中国国民党迄几年拢同意思个对。一点啊感觉都无了对啦，吼、哦、啊，真正有影参讲了皮了甲讲，来，我一生上讨厌三种动物，蚊仔、蟑螂、瓜分天。我一生上讨厌三种蚊仔、国民党、瓜分天。看这三种上讨厌吼。意思讲做个发明一寡吼，回忆啦，咱真正佩服伊一点啦。加抓两公，伊讲也多欠啦，假难吧，种种。以前我做做只一寡吼回忆啊，边伫即个网络啊，边伫即个啥媒体面咧，互人捡起用咧流行。啊，实在讲，简单啦。因为爱伫台北市嘛，真好混啊。咱讲熟悉咧啊，台北市议会对于炮灰也无啥物话讲啊，对，无啥物炮灰可言嘛，吼。好啦，我问你啦。家蛇唔通讲看伊袂起呢？家蛇伫咧地球顶面生存到将士是几啊亿冬啊？比咱人较久呢，迄比咱人较久呢，而且伊经历过太侪遍的气候大变迁，人家蛇拢还佫活落来，你敢知影吼？啊，咱是因为看到家蛇不舒服、无爱呢，啊，若无人家蛇讲啊歹听，伊确实有伊生存之道啦，吼、所以这瓜分掉这个人吼，唔能含家抓小比，比到到底这人煞死未起的路啊，你咧，哈哈消灭未掉的路死啊，哈。好，来，感谢0800-0500-6688，星彩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咱就一边吼，这已经过了刚前的新闻啦，吼。咱知影。日本和韩国吼，这两个国家敢那亲像吼，不时咧口角。啊，韩国吼对日本吼真不谅解，就是早前统治过因。啊，包括吼二次世界大战吼啊，对因日本的俘虏朋友啦吼，讲吼做啥物慰安妇吼。韩国啦。韩国吼啊，日本对因这个韩国的俘虏了对啦吼，入去做慰安妇，种吼啊，真袂谅解吼。啊，即马咱又搁看到韩国了对啊，对这个啥？日本来制裁，啊，制裁这，互你听到吼，感觉讲真含，这含到讲啊，连这也咧制裁啦吼，这我唔知讲这到底哪是以国际贸易来做评论的话，这安尼通啊未吼？这篇咱连无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啦吼。2019年，日本、韩国啦，二次世界大战的赔偿的问题，啊，煞引起了吼来打这个贸易战啦。一直到今年已经2021啦，这场战争还阁捂未煞。即马吼，一事件又阁有新发展啦。根据法界的人士吼，伫本月19日讲出南韩的法院啦，
已经下了一道命令，扣押日本三菱重工业伫南韩的资产，用这条钱讲要来赔偿吼二次世界大战因南韩的受害者的家属了，对啊。你日本政府唔赔，好，你日本政府伫我韩国起的这个啥？开的这个工厂公司，我就给你扣啊，资产给你扣啊。投你的企业，我讲投你的企业，用你的企业来赔啊。啊，问题这企业这是私人的啊。对啊。这含这个日本政府无代啊。啊，这个韩联社伊报道咧讲啦，讲代表原告吼的法律事务所表示啦，南韩最高地方法院安永分院就对啊啦，已经下了命令扣押吼日本。日本人伫即个韩国吼所开的三菱重工业啊所持有的即个南韩工业机械制造商的公司的债务，大约有8亿5000万的韩币，这我那无侪钱啦吼。啊，即个报道指出咧讲咧，讲顶面所讲的金额等于就是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所裁定，三菱重工业必须要向死命吼。提起诉讼的受害者对二次世界大战吼强迫劳动的行为做出赔偿啊啊，这点代志我知影吼，赔偿金就对啊啦吼，总共3亿4000万的韩币啦吼，啊包括吼慢慢拖延到的赔偿所产生出来追加赔偿款就对啊啦吼，伊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迄当时，因日本人就对啊啦吼，日本政府吼。敢那亲像强制因南韩的人民吼去做劳动啦，嘿，去三菱重工业做劳动，啊，无发薪水安尼啦，诶，这条赔偿是安尼啦吼，啊，即马个口啊吼，即个日本人伫即个韩国的即个啥三菱重工业的即个诶财产安尼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啊，对啊，即个着看因家己私底下安那去过官司去小过就对啊啦吼。啊，当时日本伫即个做啥呢？韩国所做诶，所作所为，嗯，甲日本当时伫台湾诶所作所为其实差不多，差不多了。但是台湾人是安那对日本人较好感，嗯，因为台湾人有来了一个叫做国民党，啊，迄个上烂诶政党一个来了，台湾人怎发现讲，哎呦，啊，其实日本人未歹呢，所以即个国民党当时呐走去韩国就对啊，即马咱诶角色就对调了。對韩国人就会怀念日本人。我感觉佫有一种，佫有一种就是讲，迄当时日本政府伫台湾留落来建设，留伊做50年留落来建设的，对啊，是国民党做70年无在两队。对对对，啊，韩国人，迄落啥日本敢无伫韩国做建设嘛？伊嘛是有做建设。对啦，你唔知。有啊有啊有啊，民主大战我那做袂少建设伫个，伊怎为着要殖民嘛？啊，要做战争的历史的说上，拢一定爱做建设的，都差一个。国民党无对韩国去啊，安尼尔啦，咱讲安尼啦。国民党有些比较啦。嘿啦，国民党啦对韩国去，韩国人就高起低来，羡慕嘛羡煞啊。对啊，所以台湾人那是对日本人一开始观念就足好的话，迄个感觉足好的话，就未有迄句高起低来，高起低来等于日本人未高啊咧。啊，羡慕哇，羡煞，等于家日本人未羡羡慕。国民党来台湾人家就对，靠腰。迄阵拢想讲是做过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啊，做过来个地是太人无不专案的，就对啦。安尼就对啦。啊，比如啊，那日本啊，迄个台湾也无会通关的啊。等到对人卡数。有。所以有比较啊。对啦对啦对啦。所以一个囡仔伊用拢拢考30分呢，等于是大人气甲要死啊！结果这个囡仔讲，唔拢我一班一个学生啊，特别拢考3分尔。而且，遐算算讲，也袂歹，你搁起10倍。就有比较对啦，有比较。有比较了，较会开，咱台湾人较会特别甲日本人迄个感情有无吼？较深啦对啦吼。好来，感谢0800-0500-668，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吼。来，咱来接广告，下面再个倒转来吼，来感谢。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即嘛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红旗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
因为咱咧卖许多单的过程中间就对啦，太侪乡亲是话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单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单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单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三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院，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咧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关断去了，有艰辛伫咧甲食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个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唔是药，这是种机能性个食品，对身体上个机个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个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了，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伊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火力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家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那无抵抗力、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咱乡亲大家在讲，比如年份呢，较有诶乡亲是大吼，那这个放尿咧出问题吼，安尼你着甲看，拍电话来，甲咱公司叫，啊买等于，啊个食看嘛呢，互你放尿会较顺畅呗。这那无会顺啊，思考爱处理哦，就真费气，就这跌破线了，对吼。这特别介绍咱保顺健护理吼，血红素、贫血、胸气素，今日这种比如贫血的人真济啦，但是真济拢找唔到医生啦，唔是讲找唔到医生啦，找唔到、吃唔到药啊，对啦，当作感冒啊，就等于找唔到医生啊。贫血的人哦，伊头壳个晕、头壳个晕啊，种种个心肝哦，哎，有阵时啊，窒窒，啊，唔是啊，歹困。安尼就对，啊，唔少歹过啦，脚会麻，脚袂拎起起就对，尤其寒人哦，一定爱惊人。所以乡亲话听，你若当作是感冒咧，伊个中间就对，迄就等于占着药啊。你都无感冒哩，因为迄是病系属三性诶，血不足三性诶就对。所以食咱个血红素，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只，台湾诶病系人哦，太多假啦，女性朋友介济啦。啊，因为较有诶，像许多啊，介侪拢病下就对啦，吼、哦。所以病下产生个竞争，你若食西药，叫医生讲看无效，你该当个食咱信达公司能够说，安尼就对啦。唔是能够说啦，或者血红素就对啦，吼、哦，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咱血红素专门咧食病下一必一重，一定甲你讲是安尼吼。0800-0500-668，0800-0500-668。叫中人喜出彩排，
伊翻搬出来，甘甜酸苦味拢爱，命运来安排，怎计叫我嘛不知，无人会了解。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接落，咱要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吼。咱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外观区别卡，咱麻烦加空六，感谢。好来，你好。张大哥，日本的莫德纳吼，因为你要在莫德纳一样零下50度至70度的保存哦，163罐呐吼，拢污染的，拢退回啊。哎呦，日本啊，唔是按台湾啦，伊迄个处理过程其实是足，我来足细腻啦吼。对。咱台湾零确诊，我拿军的朋友几乎就是拢向我批评啦，啊，我一直咧讲。高端死死的人，高端住18,500，你10,000的，就是死一个；莫德纳30,000的，就是死一个。啊，那以今嘛，高端当然数量178,000个未准的，但是以180,000来讲哦，那个比莫德纳甲 A 你低有够多。好，感恩先生。谢，这真正爱个家长。你好。等你有几个迄个大兄大姐咧问迄个。也第二季看还没来哈，我嘛拢无咧，无第一季都啊无诶，去啥物第二季？只有一支电话哈，迄、那个我这是大台南啦，台南防疫中心啦，288哈，伊是台中的啦，伊台中的发了真不好啦，无台中哈，台中你爱问台中的防疫中心，伊各地方都有各地方的。防疫中心，我是在念台南的防疫中心啦，吼，台南的防疫中心是288啊0180啦，啊，台中你问台中的防疫中心，那唔知你啊问1999，还是问104，啊，台中的防疫中心。你也问讲你的第二季还未来？对，头哥，我要甲你请教一下哦，你敢知讲咱拍过第一季的人有啥物人？开始做第二期啊不？目前吼是迄个第一类医护，对，都医护很免讲，然后一我咧讲是一般咱的人民啊。一般袂。袂吼，拢无嘛。一般可能爱到迄个月底，就不会大量入来，因为即卖是政府要提高迄个防护力，迄个所以尽量普遍拢要大家要做搞开来处理啦，吼。伊正个陈世忠有讲啊，伊讲吼，防护力比打第二剂来得重要啊。好，了解。所以像迄个普遍顶吼，大家拢有提高管。好，安尼啦。了解。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哦，啊，即马阁有一个前空军吼，司令哦，36届个哦。吼、哦，啊去广州两届，啊会晤的吼，迄国机关的因来国安会啦吼、啊先前有那个前国防部长张泽平，啊个高安国吼、哦，啊这拢高阶将官啦吼、哦，啊个中国，我感觉这阵扫罗兵吼，恁遐台湾人的心碎呢，哎、欸，啊咯，经济有个败坏啦，是法律如粪土，你知不？啊个。蔡英文打脸，啊，甲台湾人装笑的，你知无？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你知无？吼、哦，啊，这群人吼、哦，这下骹手吼，用阿婆迷昏台湾女孩子，啊，祖先话在中国，在中国，啊，起码佫拿他没办法，佫重犯呢。这点我感觉爱讲吼，优先赶回中国啦，咱无需要因啦，吼，爱要摆台湾。白路，咱的这几条是白路，白路，前后十公里来，咱起来油啊上个好吃。哦，安尼哦，咱们一
油啊无好食，我等于我顶日转来，我看到阮新妇讲，啊你家买油啊，伊讲啊都，这个拜拜无多，买来导航安尼，我讲后摆来白露，白露白煎熬吼，白露煎熬了对啦吼。非洲的气温就是 DJ 嘛，吼、嗯嗯。我是感觉讲台湾若要有 DJ， 就爱有遐个低调，蛮好遐个低调。哦，有个本意中低就对了。讲实在，遐个低若调吼，台湾人爱钱惊死，见做官的本性才会改。嗯。诶、嗯，咱讲正经的啦，啊，所以讲我感觉台湾上太乱的，就是安怎嘞？无是故意啊，国民党的遐、遐、遐。土著土著，我感觉讲话足无是非啊！啊，怎台湾这乱？啊，我台湾人耳空清啦、嗯。我是感觉讲台湾人哦，头脑爱学较定性的啦，无这社会，哪咧媒体就是报啊，就是乱，我感觉真可怜。哎、嗯，出面大家就讲话电视啥物报安啦，我讲哦，迄真正无正确的，家己的一个思想，一个台湾人物足可怜。对啦，嗯，我了解。我真的看讲啊，啊，就写电视咧报，啊，电视遐就乌白报，啊，你乌白收。嗯对，我感觉讲咱台湾人哦，心都拢较未定哩，奇怪哩。哦，我大家心头一定较定。先入来去开刀的，啊，有艰苦的拢要等住高端的，啊，那是因咧无一定是民进党的，因咧无一定是民进党的啦。嗯。啊，所以这算讲有迄病的人，伊唔敢去住 A 二，加迄个莫德纳，伊就等高端。嗯。国产的这住迄个出来先较住这個，但是伊这個。有一寡迄个到时是寡迄个毛病出来吼，所以咱就爱有平心吼去家看就好啦。一点半钟，啊，像这个现录的迄个网络的这作家吼，是讲昨天的陈东豪吼，是三立有咧讲吼，讲这个人啊，无一定是迄个独派的啦，伊两行团派做好的啦。啊，伊讲吼，讲啊，无一定我支持，无一定支持民进党的啦。啊，所以这死者为大吼，伊这是就是有慢性病的嘛。本来又无参加高端的嘛。哎、啊，对啊。啊，伊个参加高端，怎讲这无代志啊？伊刚刚去住啊，结果伊嘛家己吼熬夜啦、食酒啦、啉啊，搁食薰啦吼，伊这种一个歹习惯哦，拢无改掉啊。啊，搁迄天住下了时，伊嘛无足早困嘞。你嘛看伊规暗拢跳龙奶尔。嘿啦，所以咱家己的身体，家己去顾啦。嘿啦，袂使去怪东怪西啊。了解了解。好即马佫甲蔡英文的民调甲落落来，甲减一半去啊！所以讲，我做咱台湾人实在是真悲哀。徐明德、新富勇、尤秋兴，即马伊若爱民进党内底什么职位爱无，都开始拔草。实在是哦，咱台湾人实在是真无计啊！你想讲咱这尤云龙全部从多元派都开始背骨了，开始安尼，骂民进党，讲民进党无好安尼。唔是他，唔好，谢谢。个唔是他托讲个加个话啦。啊，这个一堆。对，大哥，你啊，我那去看了这垃圾，伊真好气啊，好气。啊，这幼稚啊！讲起话出来，你住高端点对不对？全程直播对不对？啊，就讲起咧无尖头啦。讲起咧无，即摆遐就遐网络讲就甲讲，哎，就无尖头。讲啊，你无尖头是咪迄个疫苗流出来对不对？对啊，咪流啊贵个。哎，即摆佫揢一个讲。迄、那个尖头是伸缩的啦，佮其中个玩具伸缩，佮来咧讲，我操，怎可能用这个尖头咧做啦？
我这人说话真是幼稚啊！说我讲你三位大哥，你看人家都爱笑、嗯，对啊，喝酒得啦，刚刚喝酒得没事。胖两下无胖啦，有有有，对啦，嘿啦，啊，即摆 BNT 要去吧，对不对？是是是。啊，像 BNT 啦，去做西人买买贵台面的西来，啊，那去做西人，刚才讲啊，这是 BNT 问题，所以本身就有什么心脏病，我都比所以，对不对？是。啊，所以这疫苗的代志，现在个都。不良效应可能看你的，还是产生你的记忆力到底是上上悬，安尼来讲才是公平，对不对？啊，你即摆看 BNT 看，甲看卖，我系主持几个咧？啊，那主持人就即摆是咧牵拖 BNT， 还是去牵拖讲，即哪拢啊？迄甲 BNT 无关系啦，你有慢性病啊，有心脏病啦，我讲。我相信这样来，这个会得来啊！嗯，是是是，了解。好，好，感谢你，大哥，谢谢，通好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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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好。头先一个先生讲说，有咩两件代志，我讲哦，我有两点要讲啊。嗯。伊家本身就无认真啦，你若认真嘞，对不？那为什么人当机关人，咱又再认真？大家都为了个得势，你出来唔能当认真，过去咱当总统嘛当认真。当好得志的，啊！我即卖讲敢开心啦，敢做离婚啦！你即卖想想，有讲要提回正还啦？要哪哪要提回正还啦？你不想怎提？你过去你讲到你七层楼，你六七层楼，我六七层楼，你现在讲烟掉，你家佫无去思考，家己讲要提回正还，要提回正还，哈、嗯啊！正还是用民，就是民主了，当有几票咧来算的了。嗯，安尼好。讲话变，就即卖阿富汗来了哇！塔利班啊，你好，嗯，好，了解，真棒啊，哈，来进广告，两名将哥倒转来，感谢。好啦，非常感谢咱雄狮集团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即嘛是广告时间呐，啊，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火人雄起一大，啊来食这身体上保养身体健康上佳优秀的产品了，对吼。喜多山，欢喜的喜，多笑多山顶的山，这部中讲二十多年，要三十年啊，确实有影吼。安尼，这笔产品要火人食呐，食机能性，身体上会新陈代谢好迅速，和你机能的运作会正常，所以。和你的抵抗力会提升起来，人无迄个讲，永远无迄个抵抗力，永远掉咧就对了，无啦。你原来愈济中间，伊免疫能力、伊心灵代谢会愈来愈歹、愈歹、愈歹、愈歹，所以伊的病啊，就开始慢慢伫迄个所在伫咧产生。所以咱有食食啦呢，体力好，精神好，即卖出来运动啊，就是安尼。这个是什么话？就是抵抗力慢慢也提升起来，心灵代谢那迅速的中间就对了，伊抵抗力伊就强，慢慢抵抗力强的中间，伊就较无惊，就是我这个慢性病会侵袭不掉。我抵抗力，我免疫能力伫咧了，对。所以精神上也好，伊体能上也好，拢总会比一般人更加健康。是假呢？是假呢？所以用许多镜头装表。许多山这笔产品就对了，好多好地这个所在，咱已经经过到这么多年的中间就对了，可能吃过做见证的雄心是多不计其数，吃到几岁你敢知？九十六岁、九十二三岁、九十五岁，真多。所以雄心多，这一定有道理就对了。希望雄心多在这个时阵。然后需要的产品的时阵的了，你这里拍电话过来，跟做详细询问吼。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喜多山配合软骨素骨头，金立平的第二代，就是咱这个目睭。咱目睭底都爱有叶黄素这个物件，保护咱目睭的这个安全了对。但是吼，这个叶黄素这个物件，自细汉开始到长时大汉起来了，伊慢慢也流失。那流失伊就袂去走得倒来了，对。所以只有用这天然性的物件来个补充，这一定爱食。这个是咱的金立明的第二代吼，上好的叶黄素吼，喜乐通，都长啊，长啊白，真清气，也都袂出问题。就是要
过火力等啊，等啊别清气上，袂会拉三十七就对，所以较袂发生即个等啊白听就对吼。啊，老师要咱的五保迄落清，这个是血液一通，血液通的中间就对了。当然啦，咱身体上吼啊，即个这个血液咧通的过程中间，咱这身体上的这个毛病，伊自然就医就较好。伊就较好吼，安、哦、尼啊，较袂烦恼讲啊，心脏啊，唔多来塌咧咧，啊是讲中风的问题就对啦吼、哦。这是种保养品了，对。那你五保娱乐圈保顺健，听众朋友、男士朋友，需要吃的产品。因为你看有诶中间，你若发现讲你家己咧放尿中间出问题啦，你就拍电话来跟叫保顺健吼。血氧素，血氧素是贫血，贫血一定爱食血氧素，你唔免食食物。血氧素，你早暗两粒个食嘞，甚至下昼食两粒安尼。你一段时间过，感觉头晕麻拢无去啊，一切拢好起啊，唔是感冒啦。只要那是贫血的人，食血氧素。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好来，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有哪一站过一段了吼？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最近啊，这个国民党差不多即个挖进即个山东主席的时间要到啊，听你讲这两天啊吼，讲有一场即、這个。电视的这个啥辩论会就对了，然后来放一块啊，当然有四个人啦，啊四个人的上面张亚中啦，卓博远，啊朱立伦啦，啊来的钢铁新四个人嘛吼，啊这四个人唔知道什么物件人辩论，我看吼，辩讲什么人想要统一的款，辩讲上较轻重啦，系啦，因咧辩论话是上较轻重较重要了，对啊，啊然后得个九二共识，得个提起他妈调啊吼，啊所以这个辩论应该办伫倒位，爱办伫中国啦。嗯，哦，应该去中国办啊，然后呢，因伫咧辩论的时阵呢，从这個中华民国迄支旗啊有无吼，拢甲举起来插在桌仔顶，还是摕起来手里当物印，安尼唔则对，这唔则叫做迄落嘿。好啦，听哪咧讲话，大家卖想伤济啦，吼，啊，就当作笑话甲听咧就好，无你多大家当物嘢所在含咪气咯。啊，无因得吼，早前迄个东吴啊，讲我若当选东主席了后吼，总统府迄支旗啊，我就甲溜落来，溜落来，嗯。啊！个插，然后去啊，去中国大陆插，插我中国。迄当时要甲总统委自己啊留落来，迄死罪呢？对啊，对啊，对啊，就先讲安尼啊，啊，个顿顶，迄就一个选举啊，一个党外，迄啥物人讲啊，未记咧吼。即个国民党吼，要选总统，任何啥物人来选就对啦。嗯，只要伊个观念无变，头壳无变意向就对啦。吼，无为台湾即个土地伫咧着想。八件，我就着想，什么人来算拢总一样，拢总一样。哦，你甲讲也是拢感官的对啦。好，来，时间的关系，下波广东再会，谢谢，拜拜，谢谢。